刚毅，这年，今天刚上线，我就发现蛋奶岛新春版岛屿恢复了。不是，我前两天刚说蛋岛大换新，重做了新年蛋奶岛，今天就结束了。玩呢？看你们看看，哪里还有新年的气氛？这什么情况？除了摩天轮是大红色的，其余的全都恢复了。你们遇到了没啊？必须的。走走走，咱们赶紧去给刚毅反馈下去。刚毅，蛋仔新春形象为什么突然变回原来的模样了？不给补偿10000单币，我就不干保安了，爱谁干谁干。我来。浪哥，出大事，哎，出大事了！秀儿，你知道了，看到了，蛋仔岛出问题了吗？对，浪哥，并且呀，我们还发现有很多大贩子在卡最新版的超级弹珠布戏，你快去看看。小伙，还真是，这要是学会了，还不得是蛋岛最靓的仔？兄弟们，你们觉得今天蛋岛变成这样，是不是蛋贩子搞的鬼？觉得是的扣一，觉得不是的扣二。走，去制止他们。哎，蛋贩子，你们全都在这卡蛋肉呼吸，整个蛋岛全乱了，是不是你们把蛋岛卡成现在这副样子的？哈哈，你知道的太晚了，没错，就是我们做的。好，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。要么今天把你们关起来，要么把技术交出来，你们自己选吧。想让我们交出来没门，除非你抓到我们。想跑门都没有。去你丫的！哼哼，在你们蛋汁呼吸结束的一瞬间就能抓到你们，服还是不服？不服！哎呀，浪哥，他们不是喜欢乱窜吗？我这里有张贪吃蛇的地图，可以让你们肆无忌惮的乱窜。只要你们在里面赢了我们就不抓你们了。反正你们就得安上几天。好，我们同意。哦，这就是传说的蛋奶版贪吃蛇嘛？吃地上的小豆豆，让自己一点点变长。啊，对。小伙，不得不佩服咱们蛋奶地图作者呀，还真是。我天，秀这丫头居然开局就打这么凶。本秀儿可是从小就玩贪吃蛇啊。可以，兄弟们看，这蛋奶版贪吃蛇不仅可以第一视角，还可以切换成上帝视角。哦，我的天哪。我来。蛋贩子哪里跑？这什么情况啊？我比蛋贩子吃的长，为啥我自己嘎了呀？笨浪哥，你家贪吃蛇是这么玩的呀？人家不是让你吃它，是让你变长以后想办法让对方的头部碰到你的身体，对方才会嘎的。好久没玩了，都忘了游戏规则了。真是的。我的个头，兄弟们，这个蛋子吃的好长啊，咱们小心一点啊。两个。哈哈，牛，都把自己给牛嘎了。哼哼，浪哥我现在成第一了。我看你们大妹子还敢嚣张不？浪小子，你别嚣张，等我一会反杀回来。呀哈，还想东山再起？那是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兄弟们，看好了，浪哥我直接给他来个瓮中抓逼！哎，我就这么一点点把他困住。浪小子，你辱我太甚！哈哈，成功困嘎他了。大妹子，这不依旧是瓮中捉你，服不服啊？好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去，你才是犬，但凡是犬儿比狼更武，嘎。Nice， 本局 MVP， 浪哥在耍帅。すごい。蛋贩子把蛋汁呼吸教程告诉小浪后，什么情况啊，兄弟们？蛋贩子说吃饺子卡蛋汁呼吸的，但是我这饺子咋卡我头上来了？咱就说。哎呀！